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韬光的视频。这一期呢，我来拆箱的是这个月声音神话的新品——处女座沙加 EX 20周年重生版。这款作为20周年投票的人气第一名，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一款，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。首先，和其他的20周年作品一样，在最外面呢有这样的一个指套，正面的主视觉插画出自基野美智之手，搭配声音形态的图片颇具美感。靠下的位置能看到日版是金底的蓝猫贴，这款呢也是在中国制造的。指套的一侧是人形图片，另一边呢是声音形态的图片，封底是玩具的各种图集，也标注了这是为纪念20周年特别复刻的字样。摘下指套，里面呢还有一个彩盒，这个彩盒就是之前的黄金 EX 版本的这个塑料彩套和圣衣箱合并后的样子。正面和以往的区别呢，是20周年重生版的字样呢有明确的标注了出来，可以轻松的和老版进行区分。彩盒的其他几面呢也都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打开盒子，内容物呢包括了四层吸塑包和一套圣衣分解卡和说明书。圣衣分解卡如视频中所展示的，吸塑包四层呢，只有第一层有胶条，主要装着塑体和四肢上的零件，第二层装着圣衣支架和躯干上的零件，第三层是念珠和莲花台的底座，最后一层呢有面雕、手型、披风、替换头发以及莲花的座台。配件方面呢，以金属为主体的有一对小肩甲，一对不可动的大肩甲，一对可动版的大肩甲，一对大臂甲，一对小臂甲，一对大腿甲，一对膝盖甲，一对小腿甲，一块胸甲和背扣，和一块裙甲。以塑料为主体的配件呢，有一顶头盔，一块腹甲，两对手甲，一套圣衣支架，两串念珠，一套莲花做的配件，最后呢就是披风以及安装披风所用到的接头，其中披风的中央这块呢是金属的。其他配件我们先来看面雕，一共呢五种表情，从左到右分别是闭眼脸、睁眼脸、闭眼呐喊脸、闭眼微笑脸以及睁眼呐喊脸。由于这一系列的面雕呢我们真的见过太多次了，我这里呢就直接在不同角度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可以了。尽管沙加的表情呢还原度还不错啊，但是毕竟是很多年前的产物了，如果能用最新的面雕技术来打造呢，效果肯定会非常出色的。手型方面也有非常多的种类啊，有一对五毛党，一对抓奶手，一对握念珠的手型，一对握拳手，一对天魔降服的手型，还有一对非对称的转法轮印的手型。一体化的手型呢也有两种啊，一种是天舞宝轮手型，还有一种呢是打坐手型。配件部分最后要看一下塑体，它使用的是标准的 EX 塑体，腰转动的时候呢会觉得明显的比较的松啊，右膝盖的这个关节呢比左边松一些，髋关节目前感觉到也是有一点点松的，一会儿穿上圣衣可以再来验证一下。 OK， 接下来呢我们直接组装一下吧。首先还是先组腿部，大腿甲、膝盖甲、小腿甲。之后拿铁脚卡住，再来呢就是腹甲，以及组装裙甲。头发会干扰到我们组装裙甲后的这个插孔啊，干脆呢我们就把头先都摘掉好了。OK， 前裙甲呢也卡好了，之后装大臂甲、小臂甲。同样拿手型把它们卡好。躯干部分呢要先装胸甲，
再来是小肩架，它是卡槽的设计啊，先把一侧的孔卡好呢，再把另外一个孔呢也慢慢的卡进去。接下来是外面的大肩架，我们先以不可动的大肩架为例进行演示。两块肩甲的侧面 C 扣先卡好，然后呢把胸前的 C 扣连接，最后呢装上背扣，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。如果是安装可动肩甲呢，要先装左侧的这个可动肩甲，它是自带背扣的，所以呢可以直接把背扣装好，然后右边的呢你只需要把前后和侧面的卡扣卡到位啊，也就装好了。除了这两种以外呢，还有一种造型是装披风的，同样需要可动肩甲来配合，因为只有可动的背扣这里呢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把披风塞进去。先把背扣的卡扣部分呢替换成适配披风的，然后装上披风，最后把肩甲装上去。调整一下，这样披风造型呢也完成了。三种形态全部演示完毕以后呢，我们还是倒回去啊，从固定肩甲那一段开始，继续把头部组装完成。先把头部连接器拔下来，套上戴头盔的后发，然后把面雕和前发装上去，直接把头盔怼上去呢，这样处女座 EX 20周年重生版的人形呢也就组装完成了。整个组装过程呢有几个感受啊，一个呢就是大腿甲和膝盖甲贴合度都不好，大腿甲呢很容易从卡的地方呢脱落下来，而膝盖甲呢就非常容易掉了。我没有原来的重生版啊，所以不太清楚之前是如何的，但是就这款来说呢，前裙甲装起来还是蛮松垮的，当然还是能够卡进去的，就是没有那么紧就对了。穿上圣衣以后呢，腿果然还是偏软啊，略微有些 X 型腿。白造型如果你劲儿使得太大的话呢，还特别容易劈叉。这些呢基本上就是我看到的问题了。另外一个我个人比较在意的呢，仍然是这个肩甲的颜色，它还是太偏银色了。这个肩甲呢又会占据这个身体很大的部分啊，所以呢就使得沙迦缺乏了这种黄金圣斗士那种金光闪耀的质感。处女座 EX 的人形设计呢，在神话系列里呢肯定是最独特的之一了。之前呢也看到肩甲有两种，如果装上披风呢就会有三种不同的组装方式。加上黄金 EX 成熟的设计啊，其实处女座 EX 整体上呢还是给人比较典雅的感觉的。这个20周年的处女 EX 啊，整体还是发挥正常的。除了站姿以外呢，它还有一个打坐的经典姿态，我也来还原一下。首先呢要把这个莲花台呢组装起来，在底座两侧有组装肩甲的位置，可动肩甲呢要装在最靠下的这个卡扣上，如果你装的是不可动的呢，则要装在靠上一些的这个接口上。组好以后再来看一下沙迦莲花台上打坐的经典造型吧。最后我来组装一下圣衣形态，处女 EX 的圣衣形态设计呢和人形是极度接近的啊，只是需要先把头盔两侧的翅膀替换为圣衣形态的，然后再把腹甲、头盔、胸甲和翅膀组上去。手臂和腿部圣衣零件的分布呢和人类几乎没有差别，按顺序组装即可。最后呢是把裙甲套上去，这样圣衣形态呢也组装完成了。组装过程中头盔呢有回弹现象，装起来不是那么的丝滑，其他部分呢倒是还可以，没有什么难度。处女座 EX 应该是少数不需要安装肩甲的圣衣形态，它的造型呢也比较的经典啊，可以说是老车设计的精巧干练的代表。在神话里呢因为设计难度大，所以呢相对感觉比较的平庸。整个处女座 EX 20周年重生版体验下来，仍旧是有不少小的问题出现的，虽然不至于影响打完的心情啊，但是总归觉得这个再版没有更完美的表现啊，实在是有些可惜的。不过必须要说，其实呢它也非常符合我对万代黄金 EX 系列的期待，那就是没有惊喜不出大 bug 足矣。
毕竟这一款再版的这个价格意义啊，可能远比它本身呢要重要的多了。对于想要共鸣这个系列的玩家来说呢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无脑入即可。对已经有老版的玩家来说呢，也是完全可以跳过的一款了。OK， 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分享了。喜欢神话，别忘了订阅韬光，我们下期见。